的付出着无数干瘪的枯槁的心眸，东侧世界的天女们提着东侧的世界的鲜花，他们点燃游戏的烛火，引诱千里放纵的我们。将门山将拥抱那个少女，我能看得到你如何抉择，但我却无能为力。这是你梦寐以求的生活，并当作活着的意义，而这世界都可以回避诚实的回答你。